類型的女仔呢就是正式開始了吧。以上呢你三個字要不要以上有眼球冇正式的小伙伴넓은이해시간을가진여자였었고요그리고야구부장잘어울리는여자였습니다그래서희망그아그장래의女朋友是啲多啲包容我啦了解我啦同埋特别佢咧衬带嗰啲棒球帽嘅啲女仔中意啲嗰个啊嗱咁啊跟住我哋又不如我哋又问阿中原啦系嘛其实是我他都是想多些包容我了解我啦还有呢跟他一起的时候永远都是想开开心心的那些人哪个啊哪个是啊哪个是啊好那阿容我了말도하지않는그런여성들을좋아합니다저희比較中意真係女性化啲嘅嗰啲人啦，同埋好鮮亮嘅，同埋咧，佢好唔中意講大話嘅人喎。邊個啊？邊個女性化？咦，有男仔都舉手，係啊。好，咁啊，跟住啊，問下問下啦。誒，請問，공연을같이보면서뛰어놀수있죠편한스타일친구같은스타일의여성분이좋고요또외향적으로청순한스타일청순한스타일좋아하는것같아요그래서이제好似朋友真的好好的朋友感呢好像去行公園啊玩啊真的挺好的一起的朋友感的人啊同埋外向上呢要清純一点的那些人誰是還有情的那些